哦，那是我们的七爷八爷来了。你真的？对。嗨，早安。我妈。嗨。哈哈哈哈哈。早安。你好，这是你弟弟。你的表弟。我姐的小孩。真的。哇，这很高哎，比郭哥还高吧？这个有两百哦。太撞到人了。你们这边车厢可以顶得住两百高的人吗？他会撞到高的。他可能要弯腰哦。你好。 欢迎来到明日厨房。你这边请。明姨。好高哦。看到你耶。你好。早安。小心倒下去的头。我们请问你贵姓？姓毛。姓毛毛毛哦，大毛。也可以叫郭妈妈呢。哦，也郭妈妈。给我脑部啦。我妈妈。那个郭哥平常在家里乖不乖？乖吧。赞。一百分。超级来吧。一百分。真的。他又会开玩笑，长得又帅又会打球，又幽默，身材又还 OK， 对，自己讲你不要这样，真的是太感动了。妈妈抱一下吧。来，等一下，如果服务不周，我给你讲，你就不要讲，就不要讲，不要表示出来。回家再讲，你不要刁难我们。对，好不好？稍等，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漂亮。关心一下那个啦，伟伟，你知道跟谁吗？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姐姐的儿子。啊，你们家有规定要一样的发型？没有，他是学，你是学谁？木村拓哉。 木村拓哉，木村拓哉，你要不是变真友一下？真友，现在不是没有女朋友，对，没有真友吗？一起追，二十二，你二十二，二十二，你会介意年纪大一点的姐姐吗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年纪大的不要，为什么？年纪大的，你喜欢碟子吗？前面那边有一个吧台，一个长得很可爱，很喜欢绑辫子。我那个花太多，不要。那个花太多，不要。拿来做，他去美国要。啊，他回来了。这个就是鬼鬼，哎，这是。啊，对对对，喜欢吗？ 几岁啊？二十二。啊，我年轻哦，不好意思了。<笑>他自己还会尴尬，帮你服务，谢谢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，然后这是明日号的，它下面是明信片，啊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帮你寄送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拿给管家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，菜单的话你可以放在你的窗口里面，方便你看了。好，那谢谢了。学姐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他有一个我们 VIP 客人啦，他很喜欢郭先生。是啊。我跟你讲一点，麦阿公。 我们是你的头号粉丝，可以举拍张照片吗？阿丁啊，你改跟我们是郭先生的头号粉丝，要跟他照一张照片，最后的时候。马小姐，要，请他稍等。好。奇怪吗？全世界里面最帅的男人。谢谢谢谢。非常荣幸。谢谢。这位小姐刚刚说她儿子很优秀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 就是啊，够，就也要揍两个。其实看阿姨长得那么的漂亮，开心，她儿子应该也是人才哦，也是非凡凡之辈。<笑>